乾隆当了三年的太上皇，这期间他都在干什么？公元一七九六年的正月初一，乾隆举行了禅位大典。上午九点整，头戴玄虎暖帽、身穿黄色龙袍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的宝座。殿前广场上，上千名王公大臣在太子的率领下，如潮水一般跪拜乾隆。九时三十二分，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的那颗宽三寸九分、厚一寸的青玉大印递给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，传位大典才宣告了一个阶段的结束。 封建皇权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。那么，传位之后，乾隆当了三年的太上皇，这期间都在干什么呢？看起来，属于乾隆的旧时代已经结束，但是乾隆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退位了，就想要离开政治舞台。公元一七九六年正月初四，乾隆在宫中举行了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千叟宴。早在乾隆五十年，乾隆曾经举办过一次千叟宴，而现在他正式退位了，成为大清帝国的太上皇以后。 为了庆祝这一隆重的事件，他再次举行第二次千叟宴。由于当时的乾隆已经八十五岁高龄，为了不让来宾们和太上皇年龄相差太多，因此参加宴席的门槛年龄由原来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，改成七十岁以上年龄的老人。宴会开始后，嘉庆亲自搀扶着太上皇乾隆登上宝座，然后率领三千多名银须白发的老人们跪倒山呼万岁。乾隆频频颔首，享受着人生最圆满的时刻。宴会结束后。 参加宴会的文人们纷纷即席赋诗，赞美乾隆的恩德。对于这场千叟宴，后世很多人认为是劳民伤财。本就身体状况欠佳的老人，不远千里舟车劳顿赶到北京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一批人因抵不住路途之苦而丧命。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乾隆的虚荣心，听起来多么的荒诞。但在当时，规模宏大的千叟宴正是国力昌盛的一种表现形式，也是乾隆彰显自己功德的手段。而乾隆在退位之后，却背弃承诺。 不愿搬出养心殿，养心殿是地位的象征。乾隆不仅不挪窝，还给自己找理由：子皇帝初登大宝，用人理政，上当时家训会，何忍即移居宁寿宫，效宋高之自图安逸也。老爹不挪窝，嘉庆皇帝没办法，只好依旧住在玉庆宫。嘉庆继位时都已经三十六岁了。乾隆话说的漂亮，实际上就是要打着训政的名义越权干政。换句话说，虽然当了太上皇，但是乾隆不死，嘉庆就不能实现亲政。 嘉庆继位后，全国改元，理应统一使用新历。但是大臣拍马屁，以一体循用新朝，于新时有所未安为理由，主张在宫中还是继续使用乾隆纪年。乾隆很高兴，当即就同意了。宫外用嘉庆纪年，宫内用乾隆纪年，这不是乱了套吗？除了纪年乱套，钱币铸造也乱套。按道理来说，嘉庆改元，全国钱币的铸造机构应该改铸嘉庆通宝，但是为了表示对乾隆的尊重，乾隆通宝仍然流通。 乾隆与嘉庆年号各半分注，传位之初，乾隆做出了很多承诺，他曾答应让嘉庆处理各部衙门和各省题奏本章，但是归政之后，嘉庆只能负责批阅一些无关紧要的题本，任免官员与处理政务的大权都被乾隆牢牢攥在手里。如果说退位之前，乾隆还有些不舍和忧虑的话，那么真正退位后的他则显得神采奕奕，因为现在的乾隆仍然能自称为朕，军机大臣和六部官员依旧要给自己上折子，凡是呈递给太上皇的奏章。 一律都要排在皇帝前面。乾隆虽然退位了，但仍踩在所有人的肩膀上作威作福，其中就包括嘉庆皇帝。这样的待遇在历史上可是少之又少，他怎能不开心？更有意思的是，乾隆对自己的这种行径不但不感到羞耻，甚至还公开宣扬。之后不久，各藩属国来到北京，按照制度本来是应该先觐见嘉庆帝的，可是却被礼部直接安排到了养心殿，也就是乾隆那里。看着一众外国使臣对自己俯首称臣，乾隆抑制不住内心的得意。 竟然对他们说道：“朕虽然已经归政，但国内的大事还是要我来处理的。总之，退位之后的乾隆，除了名号换成了太上皇之外，所行的依然还是皇帝的权柄。不论是人事任免，还是军政大事，全部都由他来做主。但是乾隆当时毕竟老了，已经八十五岁了，处理朝政这种事情，他力不从心，所以他需要找一个贴心的小秘书替他把把关。而这个贴心小秘书就是和珅。和珅这个人。” 想必大家都熟悉，这里就不赘述他的履历了，就专门说说他在乾隆退位之后是怎么给乾隆背锅的。首先，和珅要给乾隆敛财，但他不能说是给太上皇敛财的，只是说是自己贪污的。当然，和珅自己的手脚也不干净，他替乾隆敛财，自己也捞了不少好处。但是总的来说，老百姓恨的都是他，而不是乾隆这个实权老人。其次，和珅要替乾隆制约嘉庆，但他也不能说是太上皇让他这么干的。 只能说是自己权力熏心，比如嘉庆呈给乾隆的奏折，经常会被乾隆故意打回去；但是和珅如果呈上去，往往经他一番言语就会被批准，导致对他恨的是牙痒痒。第三，和珅要替乾隆打压不听话的官员，但他不能说是太上皇让他这么做的，只能说是自己鬼迷心窍。比如乾隆上朝时，和珅通常都是势力在乾隆和嘉庆的身侧，朝臣如果奏事，必须要先经过他，然后他再传达给乾隆听。 有时他自行判断，仿佛摄政王一样，被人调侃为二皇帝。如此一来，朝臣哪有不恨他的？另外，和珅还秉承乾隆的意思，往嘉庆身边安插眼线，比如嘉庆的侍读吴醒兰两兄弟，就都是和珅的耳目。但嘉庆对他们不做猜忌，反而与他们相处融洽。总之，退位之后的乾隆，有虚名他就领，有锅就让和珅去背。乾隆把嘉庆和满朝文武对他的怨恨，全部都转移到了和珅身上。 嘉庆三年以来，太上皇乾隆的身体并未见有异样。然而，嘉庆三年腊月底，八十九岁的乾隆得了轻微感冒，起初谁也没有在意。嘉庆四年正月初一，乾隆还如常御作寿礼，接受嘉庆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的拜年。但到了初二，乾隆突然就不行了，初三就驾崩了。他的时代过去了，嘉庆帝亲政，很快就上演了一出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的悲喜剧。一生好面子、最宠爱和珅的乾隆帝。 在他尸骨未寒之际，被儿子这么一搞，可以说一点面子也没有了。